联准时支付，送券融资成本低，速度快，当天放款，金融放心，送券未借贷，当天就一筹两，财富热线0898-3339-666，地址西外新区金南路。二三，你，关杰，你们俩过来，给你训练。今年下半年的英雄榜比赛，我们就一个名额，谁能打到最后，就可以直接挑战李景亮。关杰，困了？最近你总是迟到，这不行啊。这次可是跟去年的冠军打，赢了就一战成名，机会平等，最终谁上，下个月擂台见。你最好是弃权，别跟我这么硬啊！凭什么？不知道，也许我会吧。可能那天我会穿着漂亮的衣服站在他面前，特别淡定地告诉他，我想嫁给你。怎么伤的？来，擦一下伤口啊。准备麻药。你不要打麻药。好了，给你缝了三针。这两天呢，不要洗澡，不然伤口容易发炎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麻药也不打，只能忍啊。多少钱？八十。打拳的。好了，四天后过来拆线。房子是租的，收入证明也没有，您这个很难通过初审的。不是说无需抵押吗？是无需抵押，但我们要对您进行资信评估。慢点儿，摸摸清楚。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？我是运动员，我可以请拳馆开证明。那个没有用，我们公司不需要这个。休息一会儿啊，一定要注意步伐啊。你头的伤没事吧？没事，不用担心。记得我
说你当徒弟那天跟你说的话吗？拳头不是用来打架的。教练，我没打架。你别练太晚啊，早点休息。哎呦，哦，教练，嗯，没事。哼，小子，早点休息啊。这是这个月的账单。好。如果住院费继续拖下去的话，我们真的没办法给你妹妹继续治疗了。她什么时候醒来还很难判定。钱我会想办法，她会醒的。谢谢教练。教练，嗯，创办这个拳馆，应该是你最得意的事。我这辈子就坚持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但也因此家里人很反对，我也失去了很多。你来这儿有十年了吧？能看着你们长大，我很高兴。有的时候，我真希望你们能跟我一样。有的时候，我又不希望你们跟我这样。行，还有一块，来吃了啊，不许剩。到这么一走，这么多年。是啊，之前还跟我妈说呢，我想去泰国找你发展呢。叔，这破地方有啥可吃的呀？你最近干嘛呢？啊，我啊，开了个公司，每天收收欠款什么的。当高利贷呢？啥呀？这叫信贷服务，金融。全天下还在吧？在呢。晚上还是在老杨，那就好。
我是。这一期的治疗费如果不尽快结算的话，我们要停止治疗了。我知道，再给我3天时间想想办法。好吧，尽快。谢谢。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。2017年备受瞩目的英雄榜综合格斗大赛将于10月5日正式开赛。英雄榜成立10年来，已经成为国内职业格斗领域最具权威的赛事之一。众多格斗新秀通过该赛事崭露头角，走向世界。今年，来自格斗之乡贵州的多位选手再次成为夺冠热门。教练，你想清楚了。在拳馆10多年，不会后悔。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期望，啊。我明白。我们打拳的这一行，出去容易回来难。既然你都想清楚了，就别再回头。你为什么要学拳？保护妹妹。从明天开始，来吧。都几点了，还不回家？别玩了！你看，你跟女儿子太危险，快回家！快回家！哎，你干嘛呀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回家！你干嘛？Thank you.
哥，爸爸也走了。别担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你见过你男朋友哭吗？没见过。那你觉得一个男的哭是什么原因啊？线是拆了，不过你现在伤口有点发炎，我给你开点消炎药，严重了你还得来。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叫没事啊？我是医生，你要听我的。这药你拿去抹，不用给钱了，这是我自己的药。谢谢。不用谢。加入我们以后，咱就是一家人，我们跟信贷公司是合作关系，以后好好工作就行。别有压力了，没问题。运动员嘛，忍而不发，有力而不用，都是这个行业的基本素养。不过还得培训一下啊。倩文姐，明哥，小潘新来的，先忙。倩文姐正在跟人聊天，她外号叫中国大姐，专门走这个家庭情感路线，当催收员一年不到，上个月拿到的业绩冠军。我。我们催债需要打人吗？恰恰相反，我们需要被人打。你想想啊，你要是被这欠债的给打了，那这钱肯定能要回来。这个行业拼的就是谁能忍。你听别人都管我们叫什么？讨债公司，难不难听？这叫金融服务公司。全跟娘们儿一样，还好意思教别人？那谁呀？你是这儿的大师兄，潘杰吧？我是豪民，潘杰是我师弟。可我听说你师弟比你厉害，他人呢？叫出来让我看看，他拳头有多硬。你是黑拳？听说过我的传说是吧？拿过5次冠军，累计奖金100万，算是你们心目当中名利双收的偶像了吧？我们对地下黑拳不感兴趣，我们是奔着名誉而战。你们的师父打了一辈子拳，开了一辈子拳馆，拳馆都快守不住了。什么名誉？拳手用拳头说话。让我看看，你拿什么为名誉而战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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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死吗？都不要了，真的不会后悔？不后悔。你在我这儿买过不少东西，尽量帮你高价转让。谢谢。这钱你先用着。那个拆手布留着了，用过的也卖不掉。行。遇到喜欢格斗的，别卖太贵了。小江。现在生意这么难做，要有钱啊，我早就还你。可是不还钱会影响你的信用啊，生活上也不便利，是不是？那是你不懂生活啊，当今社会没钱活着都难，还谈什么便利？信用算个屁，还不如这个局。我们是来帮你的，帮我？好啊，那就再给我多借点钱，回头一块还给你，怎么样？脱。脱什么？衣服脱。借钱都是为了生活，维护生活的尊严。您有尊严，这小伙子也有尊严。今天他因为收不回钱，失去了职业的尊严，你怎么还给他？哎，继续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咱俩都这么熟了，你还给我玩这个？这儿只有两万，应该就是这儿。
您好。哎，吃饭呢？随便坐，随便坐。不吃饭，信贷咨询公司来说那个债务问题。我说过，那钱不是我借的，是我老公借的，别跟我要。姐姐，您千万别是这态度。担保人是不是您啊？我哪里知道那是借款？他叫我签字，我就签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对呀，字儿是您签的，法律上就是您负责任的。哎呀，我不管，快走啊！再不走，我要泼脏水了。哎呦，里边讲道理，挺热闹啊。你老公欠我的钱，准备什么时候还呢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啊。哎呀，再给点时间好吗？可以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利息是越来越多，有可能把你这店卖了都不够。哎呀，我能还？拿什么还呢？算了吧，就拿这店顶了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，这可不行！我们这个店啊，我们可一家人要靠它吃饭的。行了行了，我们也得生活。哥几个，动手！哎，你要干嘛呢？要干嘛呢？你动手！哟，哥们儿，你是？我们也是过来催收的。哦，同行。那就各忙各的，先来后到，你们先。没事，我们走了。你抢了他的店，他以后怎么生活？哥们儿，教训我呢？不是，他不是这个。这没你什么事儿，一边待着。再给点时间，我会让你拿到钱。行。那就给同行一个面子，那就再给你一周时间。走。是生意最好的一天。不用，你留着用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家那个男人来了，又要拿去赌博。拿着，拿着，谢谢你。水族歌是好听哈，没想到你还会唱歌。我唱的不好。我妹妹唱的比较好，你妹妹肯定会好起来的，不要太担心啊。明哥，嗯，我那笔借款还差个担保人。行，我给你做担保呗，争取给你拿到最高额度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反正话说回来啊，你要是还款不及时，到时候我亲自追债。没问题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也学过拳击，对吧？右勾拳，左勾拳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人。我找杨琪。你就是杨琪。对，怎么了？你的还款日期已经到了，不是，是已经过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如果不按照合同期限还款的话，你的账户会有问题。这样，你以后……你不是运动员吗？什么时候开始改行了？是有一段时间。能不能先停下来，说完再走？我要去上班。这是很重要，关系到你，关系到信用，不能买房，不能买车，以后做什么都有影响，是这意思吗？是。我现在没有钱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你问我，我哪知道啊？我帮你申请延期还贷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谢谢。回头把文件发给你，你得填表。好像杨教练也住附近。这儿的一切应该都是我的，属于我的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你杨馆长吧？我是。我找一下李飞。找你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几个我做的菜。谢谢。你的脸怎么了？哎呦，没什么，小吃部关门了，想着怎么也要来给你道个别。怎么回事啊？本来是想把生意做好，把钱慢慢的还上，结果来了一帮人，把店给砸了。你也被打了。签吧，都是标准文件，浪费时间。这些学员都是共和国斗的好苗子，希望你好好培养他们。你也是咱们拳馆出来的，我相信你。放心吧，保证给你培养成明星，发大财。你知道豪明家在哪里吗？豪明，你为什么不去拳馆了？你不在，没有对手。我不打了。不疼，怎么打了？是啊，我不打了。不过，你别放弃，真的。我干嘛还坚持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我需要钱。哎，刚没有你，你脸怎么被人揍了？真被打了？谁啊？黑拳，他取得英雄榜的资格。什么？就是师傅的那个师弟，黑拳。
大家先停一停，停一停，哎哎，停停，别练了，先别练了啊。现在啊，我有个事儿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可能有的人知道我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以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拳馆了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师弟李飞，他也是从咱们全天下走出来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你们的馆长。他呢，现在掌握了一些泰拳的很多新的技巧，你们要好好的学。你对打拳真的没想法了？我妹妹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管不住自己的拳头，打伤自己最爱的家人，这是对我自己的惩罚。至于你，我希望你可以坚持打下去。是啊，我想去北京找柔术大师安妮学柔术。打综合格斗没有地面技术不行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赚钱给妹妹治病，然后在电视前看你们拿冠军。潘姐，给小敏。能代表拳馆出战的人只有你。全国第一，奖金也很多，我们就可以住了。这么有信心啊？真的吗？你不相信我啊？啊！哇，你好神啊！爸，不要责怪我。往这边点。学拳是想保护我妹妹，真没想到会这样。下巴下巴收一下，开心点，小敏。我开心啊，大美女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说你大美女。美女个头啊，揍你！我一定会治好小敏。拿什么衣服啊？过两天我就出院。出院？嗯。谁说的？又不是你说的算。我现在身体挺好的，没事老在医院待着干什么呀？又不是免费住。人家说了，治疗癌症，调节心情比药物重要。这你就别操心了。反正我想回家。回家？回家谁照顾你啊？我工作这么忙，我没时间管你。在这儿好好看病，我一天在这儿太无聊了。你现在是病人，要好好治疗，听医生的话。
喂，杨小姐，很抱歉，您的申请没通过。没通过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您之前的其他信贷公司欠款尚未缴清，影响信誉，我们公司没办法再给您批贷。老板要拉粉。哎，李小姐你好，我申请的贷款通过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信用审核没有通过。麻烦您递一下。老板，买单。只收现金。老板，多少钱？你结吧。35块。谢谢啊。下次来诊所我一块还你。不用了。这是新的账单，你还是要想一想回家治疗的方法。等病人苏醒，代价太大了。哥，最近咱生意挺好。你还可以更好。我跟你说过，要账必须强势。放下我来吧啊！好，我要喝了。你这干嘛？出院。医疗费我自己会想办法，你不用操心。你觉得这药有效果吗？有没有用听医生的。我就是想回家，我要回家，就是死我也死在家里边，这样或许还能见到你妈。见我妈，你觉得她会等你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在家里待过几天？妈妈走的那天你在哪儿？你在打比赛。在我看来，你根本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仔细考虑。
你也会尽快安排手术。全程黑社会了，他要化工厂的老板，就是个老流氓。多长时间的赖账他们没要？好，那酒吗？这是你们两个。你好，要酒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认识他。喝一杯，你就来了。来，先生坐下。今儿啊，我高兴啊，你呢，把我喝开心了。这酒全包了。别歇着，来，来，继续啊，来喝酒。来，大家一块儿。老跟着我干嘛？看你喝多了。同情我？可怜我吗？一个医生晚上到酒吧卖酒，很可笑是吗？太晚了，一个女孩子太危险。你想保护我吗？好啊，那你做我男朋友。家不是这个方向，怎么走这儿？我回不了家，家门口有催债的等我。
这是我妹的房间，今晚你住这儿，休息吧。吹那么狠，没多少钱，你们还是兄弟。崔，我狠得很，崔。好好。你醒了？我买了早餐，豆浆、油条还有包子，吃上去。我穿了你妹妹的衣服。你妹妹呢？她生病了，在医院治疗。我爸也是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啊？累不累？快到了。累不累？这里叫产蛋崖，小时候我爸常带我们兄妹俩来这里。这些崖壁上长着石头，这些石头都是从崖壁上掉下来的。要不要摸一摸？许个愿，很灵的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谢谢你。没什么，我也挺开心的。嗯，我快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站住！终于回家了。对不起，欠你的钱我会还你。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包里是什么？拿过来。松手。松手。
松手！住手！怎么了？又是你！今天你最好不要惹我。别动手，会还钱的。现在就要。彭总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我也不容易，谁帮我呀？啊！啊！上！是你没懂啊！走。你就会说没事儿。你看我打成什么样了，差点又要缝针。以后别人打你的时候，你记得要躲啊。好。你爸的病情？爸一辈子都在拳馆度过，年轻的时候当运动员，老了当教练，他从来都不顾家。所以我非常讨厌打来打去的运动员，也不去我爸的拳馆。那你呢？我爸妈早就去世了，剩下我和妹妹。后来学拳，不想被人欺负，可是没想到我一时冲动打伤了妹妹。现在不想再打拳了，只想挣钱给妹妹治病。你爸在哪个拳馆？拳天下。不是我爸让你来诊所的吗？不要担心。怎么样了？手术还可以，不过要观察一下。教练，你要挺住。其实，这都是我的错。那时候，我总担心会失去妹妹。我都走了。你谁啊？哥，干嘛呀？都几点了还不回家？才八点而已。谁啊？我哥，你先回吧。哦，你好，认识一下，我叫……赶紧滚蛋！叫你滚，听见没有？先走，先走。不要跟静婉来往。你有完没完？烦死了！妈再也不会像你这样。
眠。我听你哥说，你很喜欢唱歌。你快点醒来，唱给我听好吗？再不还，你我整你女儿去！不还，啊？你能逼什么呀？你不还，再不还我。你来干嘛？还杨启的债。20000不够。剩下的，慢慢还。利滚利，这是利息。怎么，还想挨打呀？我跟你说，杨琦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，他欠的是高利贷。让开！年轻人，脾气挺大呀。我认识你。你是潘杰吧？年底我参加英雄榜，正好缺个陪练。你配吗？哼，没大没小。如果你要是不服气，随时来找我，或者我们打一场生死拳。萨奇，师兄，陈安怎么乱成这样？每天都是这样。你藏在外人，有空就来折腾，收拾也没用。队员都去哪了？换了一大批，剩下的跟黑拳打地下比赛。白天在睡觉。跟你说过，让你好好带这些孩子们。可你，我用我的方式让他们更快成功，错了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没有悔改。你进监狱这三年，我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。我这总以为是我害了你似的。难道不是你吗？师兄，借我点钱。干什么？又惹事了吧？哎呀，你别管。钱，我赔给对方，对方就不追究了。要不然我，你这多少次了啊？这都第几次了？这是，你再帮帮我。我绝不帮你，自己惹的事自己解决。
都改变了。出狱后没人理我，没有权赛找我，我只能躲到国外去打黑拳。十年我回不了家。过去的事那我们就不再争了。转让枪管的钱，我要把这笔钱留给我女儿。你放心吧，我找人放了很多高利贷给她，她这辈子有的还了。别激动，我还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的徒弟潘杰我见过了，我们已经约定好打一场生死拳。好好养病，希望你明天看到比赛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谁啊？爸，爸，你带好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爸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原来你就是李飞。钱呢？转让费什么时候给我们？我爸需要这笔钱治病。钱我有，但我就是不想给你，因为这是你爸欠我的。走了。爸，你好好。爸。拳头只能在擂台上用，懂吗？小美，欺负我了？太好了，我可以保护你了，你不要再生气了。你想保护我？站住！
的。别打了，下来吧。你终于来了，李子，是谁呀？我看过他打拳，他是杨师傅最得意的弟子。你处处逼远，真喜欢这样的方式。我跟你打。我要五十个。必须三分钟之内打赢潘姐。我要八十个，三分钟之内打不赢。这样挣钱的买卖，我怎么能不接呀？你要是输了呢？输？我输过吗？给你点希望，全管给你。离开这里。真那么想输啊？
知道你很爱妈，你在外面打比赛都是为了给她治病，是不是？
法权可以，但你周末要在家陪我，一个月陪我逛街一次，最好一年陪我旅游一次。如果以后有了儿子，你不能让他打拳，可以吗？那要比赛怎么办？带着我呀。那没问题。哦，那你跑吧。大家宣布，我们的新馆长潘杰。好的。下面让我们的新馆长给大家说几句。只要你们好好训练，未来我们都会打败李景亮。我可以打败李景亮，我们可以的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有信心。有。我们有信心。有。谁说要打败我？李景亮。